杰特，啊，我能换键盘，我觉得这键盘有点烂。键盘不是还好好的吗？它不够吵。换键盘哦。我想一下啊，要去哪边买键盘会比较好一点？因为从跟你见面到现在，一直都被讲说键盘不够吵。对，因为我喜欢听啪啪啪啪啪的声音。好吧，我带你去买一个。来，我们来前往光华商场来挑衣服吧。买就买。刚刚我们遇到了一个外国小孩在车上不断的吵闹，然后就很好奇为什么父母没有出面阻止，结果后续看到他旁边有应该是带他小孩的人，所以我就直接过去跟他讲说他们应该要在这个车上安静一些会比较好，然后那个外国人就反过来跟我讲说我们有要吗，他不是呛的意思，他的语气是原来我们要在这边安静的那个口吻感觉。你知道前面那个电视有播说不要洗脑，对呀、不然要指给他看，刚刚想没算了，算了。吵大概我们20分钟，他吵了个大概15分钟吧。好了，我们继续前往光华啦。到了，哇，今天好多人哦。太潮湿了，不舒服。真的，下雨就好潮哦。没想到这边竟然有钢链展，好好看啊！我想找那种，我想换那个。哎、欸，这种有符合你要的吗？我喜欢再更吵一点。那再找。好、这个自己很吵了。是爱吵的。这几个都是比较有吵，但它上面有写到吗？那个轴，它轻轴有两种，一个是 RX 跟 NX， 不知道有什么差别。二楼这边也有很多键盘可以看，来按几个，罗技老品牌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好像有讲说什么符合人体工学，我不确定，但应该是符合的。我们是键盘猎手，看到键盘就要过去按一下手键。但老实讲，我还是希望你喜欢不吵，我喜欢很不是。我希望我们可以找到兼具潮又兼具外貌风格的键盘，因为键盘某种程度上我还是喜欢漂亮一点。看人键盘很少，应该还是找得到，毕竟现在做这种周边的这么多，应该是可以找得到。来是雷蛇，这个好，你看，我听到了，咔咔了，哎呦，他这个。这是调节音量的。很好听耶，这个好吵哦。它这个很像 DJ， 一个7500哦。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键盘真的有贵有贵的用处，但是它终究是一个消耗品，看你自己的使用习惯。别用这种睿智的眼神看着我，你后面还有一堆可以按。我觉得键盘这一块的扣打会想要说，看能不能找到3000-4000块钱区间的。到7000以上的键盘，其实就真的看你的功能性有没有需要用到了。刚好这边也有其他的音响，我觉得我们也可以看一下音响。但我认为你的桌子的音响可能比较适合放那种这种一直条的。我不想放太直条的就很简单。我自己也有想要放一个直条的，可是这种也有好处啦。跟我想到网咖，网咖喇叭更破。是啦，而且网咖的耳机也超烂啊。对，你也更不知道到底用过几个人，他已经完全没有弹性了，一定超脏。哎、欸，这个很厉害，是拿来唱歌用的吗？感觉是哦，感觉这应该是唱歌用的。但我第一次看到电竞舱竟然有跟按摩椅做结合，哎，完全始料未及。这样的话还要电竞舱干嘛？坐一坐就睡着了。而且实话说，你在做按摩的时候，我觉得应该会把眼睛闭起来，没错，就是享受它的按摩。如果你边看边按摩的话，我怕对会分心，所以这个舱感觉属实有一点难受了。而它的占用面积很大，哎，很帅耶。对，这倒是帅就完事了。其实蛮适合来去看你的那个指甲的这种，这跟你那个指甲很像，都很闪亮。真的是三创是一个很好逛3C 的地方，舒服。它挺重的，感觉这种的比较符合你按的那个。轻已经算是会顶尖潮了，而且这几个键盘还算蛮便宜的，才2990。
曾几何时，我们会对这种两三千块钱就觉得算便宜了。我也不知道，用得到的都便宜这样。我觉得我们有一点那种价值观好像有些许的不一样啊。因为这是每天都会用到的东西啊。如果你把它可能2990的东西，我们可以用个3到5年之类的，这样子除下来其实很便宜耶。也是啊，用这种方式除，我觉得这很。真的超像蔡佳琪会讲话的。我有一个朋友，他理论也是，当你一个东西你把它年限拉高，你再看一下它的数字是不是就变少了，我就说这根本就是在欺骗自己吧。那这就是一个保险啊，如果我买很烂的，那它一下就坏了，那我是不是要花更多的钱去买？这正确，这正确。你看这边主机还有鞋子的，这一种的好有创意哦，但就是清洁很麻烦而已。我们已经不知不觉逛到了家电区了，家电应该是没有键盘可以看了、啊，但我还是很想要看。不是，我们不是在找键盘吗？怎么来到这里了？我要回家去啊。肚子有点饿。好，我们先去楼上喝点东西再下来吧。我们是不是离找键盘已经越来越偏远了？等一下逛完再去。我们还有时间。好，我们已经把该逛的东西都逛完了，依旧呢还是没有找到想要买的键盘。我都觉得按起来可能是那边环境太嘈杂，对对对，所以我可能听不出来什么轻柔会不会超吵，虽然按起来很清脆，我很喜欢。可是别担心好不好，早在这一次出远门之前，我已经先把键盘呢买好了。那雪兔呢在这一次所买的，我回家给，回家给，回家给，好不好？这一次雪兔所买的键盘呢，价位也不会说太高，可是我觉得价位我认为算是很合理，并且 CP 值很高，也是你喜欢很吵吵的，然后外加上它的外貌呢非常好看。那至于是哪一个呢，我回去拿给你好了。所以我们这一趟跑出来逛东西，带你吃生鱼片，行。至少我该逛的都逛到了啊，咱们回家。好的，那我们终于从三创那边回到了家中。是的，雪兔呢把在家里面准备好买好的键盘给你啦，就是我们这一款 Origin 的无线键盘。那这一款呢，我只能讲它无论是外观呢还是声音，完完全全符合你的要求啊。怎么了？白轴是什么？白轴的话，它其实跟青轴一样吵，你只要这样知道就行了，好不好？因为许多间的键盘厂商，其实他们都会研发自己的轴。我们所理解的就是最简单，就是青轴、茶轴、红轴、黑轴那一些东西。这上面呢是白轴 V1， 然后它的内包装呢都做得还不错。那它的按键上面的，你可以看到凤白键也非常的漂亮。这个是什么？没错，因为我不知道我家老婆喜欢白色还是黑色，所以我一次拿了白跟黑的版本。哦、所以这两个都是我的吗？都是你的，这两个都是你的。好爽啊！对，我一次拿了黑的跟白的，买了黑的跟白的给我的老婆。它两个的好处就是，它把原本的数字键给取消掉，只有我们的原本使用的上下左右跟我们打字的区域，因为这样子会释放你的右侧的滑鼠空间。然后还有它的整体的颜色跟它的灯光氛围我也很喜欢，以及它的无线，我最强调的是无线，因为无线版本以现阶段的技术，有线跟无线其实已经差不了太多了，自然的我觉得无线可以让你的桌面上比较整洁一点。那这个呢就给你来去做使用了，等一下你用完之后再给我一个心得。好，好，去吧。咱们来开箱这款让我超期待的键盘吧，让你们知道为什么雪兔会选择这一款 Progen PQ01 送给老婆啦。首先看看它的外包装，这个是星空外观，前后设计都非常的精美，包装正面展示了键盘核心的特色，背面则是详细的产品说明，给人一种高级的质感。打开盒子的那一瞬间，我就被里面的包装设计给吸引了，里头不仅保护得很好，内部的图片也非常的精美，如同在星空中摘了一颗星的感觉。而雪地的版本则是在雪中捡起了一粒雪花，而这个就是 Progen PQ01 键盘的本体啦。星空版本与雪地外观呢都非常令人惊艳，还有许多让人爱不释手的功能，雪兔来慢慢介绍。首先，这个 PQ01 的键盘支援三种连线模式，你可以使用 2.4G 无线、5.0蓝牙，或者是直接接有线，它是 Type C 孔的。
无论是在家还是外出使用，想要切换哪一个设备都非常的方便。不仅如此 ，PQ01 还内建了4000毫安时的超大容量电池，在不开启 RGB 灯光的状况下，充满电竟然可以连续使用2个月啊！真的非常的让人省心。再来给你们看看这个键盘的 RGB 灯光效果，搭配独特的 PBT 布丁键帽设计，灯光透过键帽散发出来，整个键盘看起来非常的炫酷。两款的颜色各有优点，让人爱不释手。雪兔真的拿不准自己的老婆喜欢哪一类型，所以两款都给他买了起来啦。星空色 PQ01 所选择的是银轴 Pro， 声音静谧，相较于老婆所选择使用的白轴 V1， 真的是两个极端。最后键盘的脚架设计也非常实用，让你可以调整到最舒适的角度。还有底部磁吸式 2.4G 的接收器，但也不用担心找不到接收器，使用起来真的方便又安心。现在用底下的团购连结，还会赠送键盘手托一个，舒适度再次上升啊！现在只要从雪兔下方的连结下单 Progen PQ01 雪地款或者星空款，立刻赠送手托一个，跟厂商千拜托万拜托才拿到的优惠。这款颜值与手感 CP 值超高的键盘，不推荐给各位真的说不过去啊！团购的时间只到10月15，错过就没啦。最后这一款 Progen 呢，它的价格也不会太贵，原价从官网上面看是4160块钱，可是雪兔所购买的价格呢，现在特价是3290块钱。以一个3000多的键盘来讲，外观与性能这个 CP 值真的很高。当雪兔还在大学生的时候，我想要有一个很酷炫的像轻轴一样清脆的，并且拥有 RGB 的这种键盘呢，怎么想都要4000-5000以上。对，真的就是这么贵。而这款 Progen PQ01 的两个颜色的版本呢，都是3290块钱。如此之佛心，如果你也是想要酷炫的 RGB， 并且也是有这一个不同轴的需求呢，欢迎大家可以来去购买这一个 Progen 的键盘。它的系列有蛮多的，有 PJ、PQ 跟 PK 系列，各自应对着不一样的客群。而对于雪兔来讲，雪兔认为咱家老婆用 PQ 系列就算非常的好了。其实，在购买之前，雪兔就偷偷的拿键盘的图片问咱家老婆说：“哎，你这几个键盘，我在网络上看到，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然后他说：“哦，我觉得 PQ 的这个系列感觉还不错啊。”但雪兔就是忘记问他到底要什么颜色，所以我就买了两个颜色。如果想要看到这个 Progen 更多的键盘详细的话，雪兔会把网址放在下方的说明栏。最后，我们来问看看使用者的心得吧。哎，老婆。你用的如何？你知道我前面多好笑吗？因为我不想要它后面有这个。哦，你说这个脚吗？不是，是这个开关。哦，你不知道怎么开是吗？你想这种按都没有用是吗？对，拿到3C产品还是好好的看吧。我是猴子。但它的这个 RGB 的真的是很漂亮，很漂亮哎，超好看的。哎，重点是我打开给你。刚刚我有惊艳到，而且它打开来的时候好漂亮，你看。哦，如果你想要的话，你可以下载它的驱动，应该也是可以来去做更改颜色这些。真的吗？对，这个如果你有需求的话，好啦，最主要的目的让老婆开心就好，成功。我按给你们听。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厚实的那个清脆感。对。好啦，差不多是这样，各位拜拜。